这一集也快结束了，江总管，江统领，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。你留意着点自己的小命，别太作。不过，你刚刚为什么突然的吻我？ 不知不觉中已经对我产生了爱意吧？你想太多了。回首是你。 恭喜江统领摆脱太监身份，恭喜徐思言劫后重生。干杯！干杯！是这样啊，原本的剧情是林妃怀孕了，兰贵妃陷害林妃。 宜招狸猫换太子，让林妃生下了妖孽，最后林妃被打入冷宫，郁寡欢，不久就殒了命。现在剧情对调，那林妃很可能对兰贵妃下手啊！没错，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兰贵妃，毕竟她现在是你的靠山，而且要小心戴瑶。上一集她都跟我示弱了，应该不会再整出什么幺蛾子了。不能掉以轻心啊，毕竟我们都不知道戴瑶是怎么穿进去的，要小心。再来一杯，拿酒去。